大家好，我是曼妮。这次母亲节预购的邱家兄弟鲈鱼精已经可以常温保存，而且有优惠价哦。你就知道你一个人要吃到 6.6 克的氨基酸加生态，你是要吃多少肉对才能够按年轻人老人家的吸收程度又不一样。对啊，邱家兄弟鲈鱼精是连鱼鳞片一起熬煮，我觉得这很重要，要告诉大家。除了单喝，还可以有什么方式呢？其实我们把它加在料理里面，比如像我煮海产粥啊，或者是一些汤之类的，我在最后的时候再把鲈鱼精加进来就好。接下来带大家认识这一瓶加拿大顶级枫糖浆，生产者是富聚。枫糖浆它有琥珀的色泽，然后淡淡的甜跟香，像这样子，我把它加在优格，或者是淋在水果上面。现在有草莓或者是芽菜，我觉得跟芽菜搭啊，我觉得这个味道还蛮特别的，芽菜的那个呛味啊顿时之间都不见了。因为我自己都会吃莫扎瑞拉，我也把它拿来试试看，我觉得都很百搭，很多运动员竞赛的时候也会带枫糖浆哦，所以它是很好的热量补给的来源。接下来看到这一瓶是克里特岛松露橄榄油，拥有特殊风味的橄榄油通常我会拿来比如说淋在我做好的料理上面，或者是凉拌沙拉料理，生菜凉拌或沾面包。那煮饭的时候你可以在锅里面倒一匙橄榄油，这样你的米饭也可以吸收特殊风味橄榄油的香气。在各个站所都会有母亲节预购的生产者面对面或者试吃试喝试抹的活动，大家踊跃参加。好咯，我是曼妮，我们下次见，拜拜。